影音系统。点选左侧主选单音乐图示，触控来源可切换音讯来源，可进一步透过蓝牙连接行动装置。首先点选蓝牙，点选蓝牙设定，开启行动装置的蓝牙，选取清单上的 Car Multimedia， 确认代码与装置相符即可完成配对，即可开始播放行动装置来源的音乐，并透过方向盘右侧的按钮来切换曲目。如需调整音质与音量平衡，可透过轻触右上角图示，点选音效进一步设定。